小黑蚊啊，哦，登革热是蚊子。那这些物种或者是红火蚁，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，就是它们喜欢开阔然后温暖的地方。暖化对害虫的生长其实可能也是比较有利。害虫很多，其实粮食生产也比较高，疾病的传播其实很有可能因为暖化的关系而加速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